若非如此，你怎么会握住相机，细心品味这既熟悉又陌生的小地方呢？好多陌生的线条正在勾画这座市镇的新面貌。或许下一次再回来老地方，唯一让你认出它的就是路牌上阿饶的字。全国华文文学创作比赛公开组第二名的散文《赤柱小镇》，写出了小地方的景物变迁。笔名毛泽的作者黄建峰默念着自己的得奖作品，再次带着相机回到自己熟悉的大街。阿饶中文翻译叫做亚楼，由于是历史皇城，所以皇宫、皇陵和周清真寺都坐落在这里的市区里。除了公路，贯通南北的铁路也是小镇重要的运输。近年来，小镇趁势加速发展，拆屋、砍树、筑路、建楼，感念即将在眼前流失的景物。作者不仅撰文留念，也拍下了大批照片，见证小镇的变迁。这个是马来半岛，马来西亚半岛的地图。这个阿饶就是在佛里士州，然后都是很靠近马来西亚跟泰国边境的地方哦。就这边全部，所以阿饶在这里。的确，经过时间长流的洗刷，蜕变的繁华走过了斑驳的历史，依旧在诉说着亚楼小镇曾经辉煌的足迹。随着时代的变迁，年轻人纷纷离乡背井，找寻自己的理想。然而，在完成课业、踏入社会工作的同时，名与利、回馈与服务，却在内心交织成了强烈的拉锯战。生命的价值到底是什么？这个答案将在这一集的《大马瓷器情：成长的印记》为您揭晓。在外念书的学子最想念的就是妈妈的味道，难得回家看到孩子清瘦了，总是想办法要让孩子吃得饱饱的。建峰的妈妈就开始准备他最爱吃的小点心。这个辣，这个辣，就妈妈做的糕啊，都是好吃。直接的做啊，甜的心里有甜。从来没有一起做香蕉糕。阿哥通常都是白天都出去工作啊，去忙，然后我也是很少回来嘛，可能一个月可能回来一两次啊。我妹妹有些天我回来的时候，她就做工还是什么，她也没有在，所以很难得，然后就。不错。爸爸往生那一年，建峰才11岁。虽然年纪小，可是在建峰成长的岁月里，却有着永远无法取代的地位。那一年，爸爸就是驾着这辆摩托车，被一位没有驾照的摩托车骑士撞倒，脑部重伤一致。让他感到遗憾的是，爸爸留下来的也不多。摩托车被修理后，是他也是妹妹上中学时候的代步。即使现在出外上大学，不再驾摩托车了，每逢假期回来，建峰一定细心维修和打扫，因为这是他对爸爸唯一的思念。因为那时候家里只有我一个男生哦。那时候好像很多家里的事情啊，那些好像比较属于男人的工作啊，
多事我要去做了。他从一个乡下小孩考上了医学院，正当他迈入大学生涯时，却面临了另一个生命的打击，那就是他的养子身世。他当时是哭着，一讲完就立刻哭着，然后妈妈是有声明说，如果说我要他给我做决定啦，我可以跟回亲生的家庭，或者继续在这就在这里哦。那时候心情就是可以讲是好像晴天霹雳那样子啊，也是很突然的一个东西，给自己静下来，然后去思考，然后去选择要怎样走。那到后来我想想了之后，我觉得他们就真的是已经把你，就是跟亲生的没有分别啊，甚至比给亲生的还要多。参与了慈济的浴佛，跟着他们进行那种仪式哦。那时他播那个三版那个立愿文的时候，那个情绪就突然间涌上来了。那时候没有说真正他有给到答案啊，就是那个心情是你很激动，就是要继续孝顺，继续珍惜，然后在父母还有在的时候，有什么想做的都在不断的推动自己去做。习惯了，出外好多年，很少吃到妈妈的香蕉糕，会想念，仿佛心里少了一种依靠，味蕾因尝不到长久日子的慰藉，感到无法适应。离开之前，我在厨房客厅之间来回走了数次，炉火灭了吗？后门算上了吗？电饭锅、电视机、洗衣机关了电源吗？我偷偷跪在神龛前，将无限的挂心寄托在观音娘娘的庇佑下，细心默念，希望妈妈一家人出入平安，我只祈求老天爷宽容，命运更长的时间让我来侍奉妈妈。用坚毅走过了青少年岁月，剑锋的好成绩让他升上了大学，就读医学系。在这里他认识了一班活泼的同学，开始积极地参与各种活动，戏剧、歌唱、舞蹈等等，在热情的音乐和舞步中过着多姿多彩的大学生涯。那个时候呢，就觉得说大学生活，尤其是我们现在读这医学，就比较辛苦，然后觉得不想让自己以后毕业了回想起大学的生活的时候，才觉得怎么大学就是读书跟上课之间。就是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说不如我们参加一些活动，就好像表演啊、唱歌、话剧还是跳舞，想让以后回想起那时候就不会觉得大学生活是那么的沉闷。绚丽的舞台、欢呼和掌声，终有落幕的一刻。这班青年在鞠躬下台后，也想要为自己的心灵找到更多的踏实感。原本剑锋和好友张壮宇计划要成立博学社，一
因缘巧合认识了慈济，从此开始了另一段校园慈济生涯。第一次接触到慈济，那时候哎，才觉得到慈济的那些宗旨都是我们想要的一些想学的一些知识，所以就接下来他们有叫我们参加什么活动我们都去参加，从不活跃到一个很蛮活跃的学员。参加慈济了过后，他知道哎，原来垃圾啊分类什么这样的东西，他就开始跟宿舍里的朋友说 OK 你们有什么纸啊水罐啊铁罐啊可以循环的，你们都不要丢，就放在那个角落，我有空我会去整理。除了推动环保，建丰也承担起校园慈心的执行秘书、活动协调等功能。比起舞台表演，这些承担让他在大学生涯里体会了不一样的人生方向和价值观。做活动之中是学到怎样，因为要跟学生还是跟那些不熟悉的人怎样跟他们去沟通啊讲话这样子哦。用文字和照片记录自己家乡的景物变迁，到加入慈济社之后兼任人文真善美的功能，无论是舞台表演或是慈济活动，建丰的积极都是为了让自己的青春不留白。向阳塔生涯只有短短几年，转眼即逝，建丰把握有限的生命，对准焦点投入有意义的活动，每一个阶段都是学习，每一个阶段都是成长。在建丰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人的成长，除了父母师长以外，社会也在为我们付出。这种自爱是报恩，付出是感恩的见证与智慧，确实是人世间美善的循环。建丰就读于马来西亚医药科学以及科技大学，他跟所有的慈青一样，在校园内默默地推动慈济之业。三年来，慈青们努力不懈地积极推动与申请，终于在2010年获得校方认同，发出创校10年以来第一张社团注册书，并在今年9月举行了隆重的推荐。校方也极力配合，并在校内开设了一个慈济团报站，鼓励大家资源分类。慈青社的成立不只推动了环保，也响应了素食斋戒救地球的活动。这群年轻人相遇在慈青社，因此有了共同的思维。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他们如何在校园清流中找到了自己的人生目标与价值。 为了让素食斋戒的观念带入校园，慈青们积极地举办斋戒日活动，希望影响身边的同学减少吃肉，甚至长期茹素。改变别人要从改变自己做起，尤其是慈青以身作则的带动最为重要。那时候我是很喜欢吃肉的，我是无肉不欢的，就几乎很多动物的肉都被我吃过了，而且我从来不吃菜咯，一餐没有肉来说，其实是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的痛苦的。而且如果妈妈只是那天只是家里只有菜没有肉的话，我会整个脸黑掉。刚开始认识慈济的时候，其实因为种种原因，然后我就选择吃素哦，因为我看到有生命的呐喊啊，我觉得那些动物很可怜，然后就这样被我们杀害。以前我们吃的时候，我们都没有不会想过它是怎样被我们杀害的嘛。直到看到那个生命的呐喊过，我觉得很懊悔咯，因为看到那些动物怎样被人类残忍的杀害啊，还有听施工上人的开示哦，施工也是有经常提起素食啊。加上自己就下定决心说不要再吃肉，可是开始的时候就遇到很多考验，因为自己总是忍不住嘛，就是自己想说要吃素，就给自己说星期一到星期五就在学校就乖乖吃素，只有回家的时候才可以吃肉。我自己讲说要吃素了，
然后可是看到那个肉我又忍不住，我就三跟二一直在拔河咯，然后可是最后我还是被饿的拔走去哦。可是过后再多几个星期之后，我就跟自己说，你说要改就是要完全改到完哦。然后那时从此过后我就再也没有吃肉哦，就慢慢的，其实当你吃素习惯过后，其实你看到那个肉，你也是对它没有那个欲望了咯。就现在即使是很多肉摆在我的面前，我是对它没有任何的欲望跟贪念哦。李令宏的父母是一名小贩，流动式的小档口，在十多年来的努力之下，不止养家糊口，也供得起令宏就读医学院。周末回家，令宏也会到父母的档口帮忙。忙碌的一个早上，午餐都是打包回家，蔬菜、肉、蛋摆了一桌，一家人一起开动。虽然如此，林红却对眼前的鸡腿、烧肉不为所动，只拿起豆干、鸡蛋和蔬菜。吃鸡的吗？一只鸡都吃下去了。因为他从小到大就是喜欢吃肉，吃肉类比较多啊。然后忽然间说他不要吃肉了，他要吃素了。他讲，不能哦，我还笑他。结果他今天还是保持这样啊，几年了。所以有没有觉得对于这个女儿另外看法？知道她改变了。你吃素了过后，会不会觉得少了一些家庭乐趣啊？不会啊，马上照样吃哦。自己如素，也知道如素的好处。林红也懂得尊重父母，给他们带来麻烦，而选择了肉边菜。不是每个星期都要玩的。下午我们来，那本店给我夹菜的。佢哋講佢哋巴冷冷，佢 super 啤茶，啤條棍頭擺，佢講借無好啦，借啦冷冷放落去，放落去，放落去噶啦，佢講借菜咯。你第一時間啲午餐咯嘛？午餐咯，對。午餐唔是時間借午餐咯。你佢講午餐咯，無好嘅啊，借啦。等下有防腐劑啊，裏邊有打鹹嘅物件啊，我就驚講啊，時間係落咗嚟，白佬講係咪無好啊？問多數是無借啦。因為就驚入廁紙啦，啲貴到係咪啊？拔扳机 stop 啦，冇拔。林宏今年是医学系三年级的学生，必须时常到医院上课。尤其是考试前夕，一坐就是几个小时，接着就是埋头苦记，建设复杂的医学名词。可是在这中间，他还可以抽空做慈济，把近似于和慈济讯息利用网上的面子书传给身边的同学和教授。做慈济其实也给林宏带来了性格上的改变，所以看起来就非常的有杀气，就远远看到他就有一点有距离感，就不敢向前去跟他讲话，这样就觉得他很凶。开始来到大学的时候呢，我的服装还有我的头发跟言行举止已经是有改变一点了的，因为我觉得这个大学都是医学啊，就是自己也是要有一定的形象，就不可以那么的过分哦。以前我就是经常就像近视语说的，就是口吐毒舌。可是现在的我，其实我就想说要口说好话喽，就是用我的口才来向身边的朋友、家人还有老师，就是向他们宣导慈济，就让他们有多了解慈济，然后多了解素食，就是希望他们的心中会有一份善念哦。就是很快会有二三个。So I hope you all utilize this double well well. So afterwards, our members here will be taking all your needs and you all can receive this double well for free.宣导慈济，推动环保，需要靠的是全体校园慈青的力量。为了在校园内推动少用宝丽龙的运动，慈济马来西亚分会赠送给全校师生约3000个环保餐盒，由慈青们一一拜访分送，递上餐盒的同时，也向同学和教授宣导环保，鼓励大家多多使用环保餐盒。I think it's a tremendous commitment from you, from your organization, to go to the great expense
and you must believe that what you're doing will meet with a positive response from people like myself. So it's clearly a very good and practical way of you engaging people in what's a very worthwhile activity. And so I'm very pleased that you've done this.六年的耕耘，慈青们终于拥有属于自己的环保站。由于获得校内师生的响应，三个环保分类桶每个星期都会装满回收物。这一天，慈青们相约下课后一起到环保站整理和分类回收物。我们刚刚在学校成立了这个慈青联谊会吗？那时候因为很多因素没有办法在学校注册成为一个正式的团体，学校并不允许我们在学校穿上制服办这个环保送终的活动，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自动自发的在学校，我们觉得我们必须要身体力行的去办这个环保，所以我们就在学校的大型活动运动会啊，我们就去自行的去捡垃圾，然后去教大家怎么去分类环保物。学长问我们会不会感到很委屈，但其实我觉得不会啦，因为我们都做得很开心嘛，所以都不在意大家怎么去用异样的眼光看我们。今天学校终于都认同我们的环保理念了，那我们在学校今天终于有了这个环保站，那看到这么多同学一起来办环保，而且也这么多同学的支持我们把这个环保物送到我们的环保站来，所以希望这个环保站的我们的环保理念可以推得更广。So the professional part is our job. No, we train them for 5 years and 4 years to be a good professional.But the humanistic quality is not formally taught. It is what is called as hidden curriculum. The hidden curriculum and is only the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like the charity work or the other things that they do, voluntary work they do with Zuchi and similar initiatives that can develop this. 我们可能就需要更用心、更精进的去经营这个慈青社，也就希望说以后新发育的慈青都好。我希望大家能够真的跟上脚步，因为毕竟一些比较资深的慈青他们也会毕业，我们也希望说以后有更多的菩萨、更多的慈青一起来传承这个慈青社的这个任务，就是将大爱洒进我们的校园里面。慈青悲自省，联谊起慧根，从1994年开始的第一届慈青生活营，如今已经迈入了第15年。慈青孩子选择了用不一样的方式，从学习、承担到传承的过程，为成长的岁月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小乡镇依然物换星移，年轻学子依然寻觅着自己的天空。再次祝福所有的年轻生命，让我们活得像阳光一样温暖，清风般的和煦，像蓝天白云一样拥有自由挥洒的未来。感恩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